方，王宗伟从沈阳到广昌，一路反抗，一路逃亡，一路疯狂，一路辉煌。王宗方，王宗伟从沈阳到广昌，一路反抗，一路逃亡，一路疯狂，一路辉煌。王宗方，王宗伟从沈阳到广昌，一路反抗，一路逃亡，一路疯狂，一路辉煌。一路反抗，一路逃亡，一路疯狂，一路辉煌。二王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榜样，二王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俩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。这是极端专制暴政统治下的警察国家里的最可宝贵的性格。二王是在反抗强权的战场上，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，向着统治者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疯狂、最热忱的空前的人民英雄。二王的方向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，让我们学习二王，让我们崇拜二王，让我们像二王那样反抗，让我们像二王那样拿起武器反抗国家机器，反抗警察暴力，让我们像二王那样斗战胜王。这是极端专制暴政统治下的警察国家。